我们这边将来介绍 ASP.NET MVC Action Reload 动作回应结果 JSON Reload 的操作。在 MVC 的 controller 里面，我们可以使用 JSON Reload 这个动作回应结果，那它可以来帮我们在 Action 里面回应一个 JSON 这种资料格式的内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相关的范例。在画面上面呢，可以看到有一串这样子的文字内容的讯息。那这个文字内容呢，它其实是一个 JSON 的这种资料格式的内容。好，那这个内容是我们在 Home Controller 里面有个叫 Index 这个动作方法所回应产生出来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式的部分。我们开启 Visual Studio 编辑器，那我们在 Visual Studio 架底下的 Index 这个解释页面档我们打开。好，那我们提供这一次范例的相关说明，大家可以看一下。好，接下来我们直接看范例的部分。在 HTML 的文件里面呢，好，body端我们基本上什么都没有设置。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Home Controller到底做什么事。我们在 Home Controller 有提供一个叫 JSON Reload 的 Index 这个 Action 的动作方法。在这个动作方法里面呢，我们使用var 这种方式呢去建立了一个变数。那这个变数我们其实是建立一个 JSON 的那种资料格式的内容，所以我们这边有指派那个 ID Name 跟 Content 这个应该算是栏位名称，那后面是指派相关的这个它的值。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东西return 透过 JSON 这个方法。那这 JSON 方法第一个参数呢，就是我们这边所设置的这个JSON 的资料的内容。那最后它的第二个我们这边让它必须让这个 JSON 方法回应的这个内容，它可以允许在用户端的 HTTP GET 的要求。好，那一般来讲，我们 JSON 如果你不设置这个的话，会变成你的这个动作方法当用户端的网址要来访问区的这个动作方法所产生的内容的时候呢，会被拒绝掉。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加上后面的这一个这个第二个参数的这个设置这样子。好，那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因为这个index 的 action 这个方式呢，所以这个方法它所那个产生出来的就是我们刚才在页面上面所看到的这个 JSON 格式的这样子内容。好，我们这边就介绍在 Action Reload 里面的 JSON Reload 方法的操作，那我们就说明到此，谢谢。